这个女人练个车还跟我们有交换，给她买一杯奶茶，她再去练车。太狠了！这几天我不是准备回西安吗？过几天就要让她送孩子了。然后他还不会开车，现在是临时抱佛脚，说准备去练下车。我们现在来小屯西路这儿练车，这边的路宽车少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新手在这儿先练练。而且好多驾校车也在这边练。好久没开车了，感觉还挺紧张。呵，你看这一块。不会吧，刚说准备练车这就出事故了。这还是从对向车道给撞过来的。怎么还上了马路台子上了？看看小月，在这坐了将近15分钟了。一直不敢上手，说他把看到那个事故，那个车从对向车道冲过来，哎呀，感觉有点心理压力。别剩着了，咱们俩换座位过来吧。哎，上车，先把那个座位调一下。感觉椅子怎么样了？调好了。平时看不出你腿长来，座椅还特别靠后。现在系安全带呀，还愣着干嘛呢？你先教我怎么操作呀。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档位，往下是前进，往上是倒退，知道吧？嗯。最主要的是刹车油门千万不能哄，知道吧？嗯，这个不会错。只要你这个掌握住，就不会出什么事。那我走了。别着急，踩住刹车，挂前进档。然后慢慢松刹车，踩油门，油门慢慢踩，知道吧？啊，走了啊。嗯，看那边有没有车，慢点。走了啊。我怎么这么害怕呢？慢点。嗯，你看这速度才十几迈，控制在30迈啊。嗯，就是绕着你这个走。行，打着双闪吧，我看危险。速度慢一点，我让你控制到30迈以下，你40了都啊，不知不觉的话，然后路上没什么车就快起来了。那个掉头拐弯了啊，幸好今天路上车少。看你开的还不错，毕竟是原来开过油车，开过自动挡，不是开过手动挡，感觉你技术不错，稍微还行，但是我心里没底啊，挺怕的。虽然能走是能走，你走在线的中间，对，慢点，这个脚底下踩油门特没脚感。你还想踩多大油门啊？咱们这个油门稍微松，油门带了一点刹车。前面有个教练车。不是，你踩刹车的时候不要这么踩的这么狠啊，我怕停不下来给你追尾了。提前踩，你看。果果，给我喝点奶茶压压惊。刚刚练了一阵，你感觉你能开吗？不能开。我也感觉是特别没车感，毕竟好多年不开了。这个还是没有人的路上，人比较少。如果去学校接他的话，那个校门口车更多，车多人多，就更紧张了，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。所以说平时让你练，一直拖着不练，不愿意练，现在没司机了吧？我是真不喜欢开车，本来坐车都晕车，我就不爱开车。但是你有时候那个没人帮你开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啊？现在？这以前是大伟比我后考才驾照，我们以前买的第一辆车，买了之后我先开，大伟是比我晚半个月才拿到照，他才开。那个时候没办法，逼得我只能开。自从我怀孕，然后慢慢的就老坐后面，生了孩子以后老陪孩子，小的时候坐后面，这慢慢的我就成了一个我也开车的人了。啊，你现在怎么办呀？我想好了，先不练车了，等以后不着急的时候慢慢练。大伟走的这一个星期，我先搭亲戚的车。我亲戚家小孩上2年级，跟果果在一个校门口，上下学那个接送时间点也一样。这一个星期我就先搭亲戚车，这样比较稳妥一点。只能这样了，但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建议你尽快的把车练好吧。行，等以后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，高速上我就能跟你换着开了，要不你一个人太累。那肯定呀。